没有我的子弹过来，就算你能跑，他跑不掉。整个海东的船变了，米大小姐、大闹沈公馆，又吵又砸的，泼辣劲儿，跟他妈一模一样。这才让沈先生给赶出去了呀！这才多大呀，就是个泼妇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不是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可告诉你，他们两个人好着呢。 还给我们生活费呢，沈先生只不过是出趟远门，还过来接我们呢，乱人家菜！装什么装？你原来也没少给我编排米菜，不买拉倒。张妈，是你吗？是，是我。 厉叔叔，米兰啊，你真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。我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过日子，不想扯进你们的纷争里。沈之恒把你接到他那儿，当小公主一样养着，你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？我只是一个瞎子，他也没有把我当小公主一样养着，他把我抛弃了。 我两绝令了，我怎么会知道他在哪？你真当我是傻子吗？大，说，沈之恒在哪里？ 沈先生，好久不见。你对我还真是执着，岂止执着，简直是用心良苦啊！这么大阵仗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再杀我一次？不，我哪能这么做？这回您只要乖乖的跟我们走一趟就行。我知道您厉害，可我这么多杆枪，你再厉害，也没有我的子弹管。 就算你能跑，他跑不掉。你不必如此了，我跟你走便是了。 不要伤害他。当然，厉某人说到做到。